还是看看 TF 家族其他人对新学期有什么打算吧。不知不觉中，新学期已来临了，我们 TF 家族的各位又有什么对新学期的计划呢？成绩变得更好，然后还可以唱更多好听的歌曲给大家。那我的新学期的任务呢，就是首先把学习考好吧，然后就是在努力在训练方面嘛，多努力一下。我的目标嘛，就是考好成绩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下课再拍哈，好吧？好，哥哥。最后，舞蹈老师终于同意我们可以从门外拍些花絮，作为这段新闻素材了。不过画面是终于同意我们当歌，我们还问不出来吗？到底是一首怎么样的歌呢？哎呀哎呀，就是哎呀哟。也许这样听大家可能会比较难懂，抽象了点。歌曲马上就会和大家见面了，大家也敬请期待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最爱歌。爸，我有个妈，还有那个他。你们喜欢住校还是在家住？在家住。圆圆有没有英文名字？有。我说完啊，我的中文名字叫王圆，我的英文名字叫王圆。小凯有没有英文名字？暂时是 Carry。圆圆喜欢住校还是在家？中学的话，所以可能功课和吉他是家事。其实不然啦，要不各位新同学听听，这几位前辈们。